真，银行现在明天叫我还第一笔贷款55000块钱，压力特别大。我是因为捡到了一个招嫖信息的卡片，我是简单的单纯想嫖一下而已。他说这个平台是全国的同城优惠平台，就是说你注册会员会更优惠会便宜，然后之后我就相信了，就交了128的会员，他立马给我微信转账返了20。然后进行，这里可以他告诉你，或者买大，买双。然后这里就出现积分，它一分就等于1块钱，然后它叫我们输入，每次都输入几万几万。就现在有这批贷款的话，现在压力太大了，我的孩子还在读幼儿园，现在我们本身收入也很低，我又没有工作，虽然说他是我前夫，但听到这件事情，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回来跟他一起还债。